天蝎女，天蝎女人的美是暗夜中静静展开的玫瑰，安静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就算不说话也会吸引异性移不开目光，高冷艳丽是第一次见面的感觉，相熟之后又会从高岭玫瑰变成热情浪漫的太阳花。天蝎座女人让人不能自拔的美丽就是这多变的美，引得多少男人为了天蝎女人而神魂颠倒。射手座在之后会非常的耐看，明明他们不是那种惊艳的美女，但是他们清冷的气质却很容易让人被他们吸引，并且和射手座在一起久了，你就会觉得射手座实在是太好看了。他们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好看的类型，射手座越看越耐看。巨蟹女，巨蟹座的人并不是第一眼美女，第一次见到巨蟹座可能不太有印象，不过巨蟹座属于越看越美，他们天生非常耐看，长得国色天香，温和可爱，善解人意，越看就会越喜欢，深受异性的欢迎，会受到贵人的喜欢，运气特别好。巨蟹座的女生第一眼看上去可能会感觉平平无奇，第一次见到巨蟹座可能印象不太深刻，不过巨蟹座女生是属于那种越看越美的类型，她们天生耐看，慢慢看就会发现她们倾国倾城，温和可爱，善解人意的一面，越看就越喜欢，深受异性们的欢迎，而且运气也十分好。水瓶女，水瓶女的魅力很别致，可能第一眼看上去觉得还挺普通的呢，但是她们越看越好看，她们的思维独特，人又聪明，古灵精怪，还往往不在意你对她的看法，但是真的打扮起来也可以惊艳，相处久了会发现水瓶女真的是越看越聪明，越看越漂亮。水瓶女很温柔，总是甜甜的笑着，她的第一眼很普通，站在人群里光芒总是会被那些长相出众的人掩盖，埋没在人群里，如果你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，你一定会记住她，再看一眼你一定不会忘记她。水瓶女的身上散发着女性的温柔，也是非常耐看的一类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哎呦。